今天下午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银滩最东部的滨海公园啊。这一块今天正好赶上涨潮啊。哎呦，这么大的浪啊，真是浪好大！哈哈哎呀呀呀，这是一个防浪堤啊。哎呀，这哎呀，这挺危险的，在旁边坐的。咱们距离远一点吧。这个不涨潮的时候啊，海水能退过几百米远啊，三四百米远啊的海边。现在涨潮以后呢，这海水直接到了岸边啊。海潮的，从这个海岸一号的，一下唰吹到我们脚下的那个船，真是啊，咱们在银滩啊，也很少能看到这个惊涛拍岸这种景象啊。因为他拍的时候咱们不在跟前儿，哎呀，这边厉害，哎呀，就这块厉害一点，你们坐在这儿有点危险吧？别到时候被浪卷进去就不好看了。你不要自信啊，这是水火无情，这是水，说卷过来就卷过来了，注意点安全啊。你们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？待多长时间了？这一个小时了。浪什么时候开始起的？啊？不知道啊，来了就有。来的时候就有是吧？哦，已经一个小时了，你看。哎呦，怪吓人的。实际上这个海水呢，也最多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块儿够干的，所以说看起来挺恐怖的，但是实际上还是可以啊。哎呀。这浪大就不适合游泳了，没法游泳，太危险。这边是滴水湾啊，酒店，这些标志都很明显啊。这边，哎，看这个角度比较好一些啊。它是一排一排的，哎，那边多高，好高呢啊。这浪和浪之间打架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啊，潮水涨得最高的时候啊，最高的时候，现在的潮水都降了，平常都降是吧？现在降了，对，现在开始退潮了已经啊，哦，已经开始退潮了，是不是每天都这样啊？每天潮汐都要降的呢？又一波浪。这是观浪的人真是不少啊！小朋友拿了一个大的平板啊，也在拍摄。哎，刚刚有人小摄影家，一个浪卷了，